还有话要说吗？找到他的手表，看来我们必须在这个奇怪的地方向人看着留一本书。5月30号，零号实验品出现了非常严重的排异反应，导致一只的神经系统无法与主体意识同步。不过已经有了计划，一旦试验成功，这将会是颠覆性的创举，引领人类走向不死不灭的巅峰。哇，想要长生不死啊？法文书籍完全看不懂，这也一样是法文书籍。看看，什么都没有哦。哦，这是厕所标志哦，我还以为是什么往上往下，当然是先去男厕了。有人？怎么会有人？不要这么悠游自在的好不好？作者，你为什么跑来这里了？哦嘿，是你们。一直在大厅那站着，可把我憋坏了。傻眼！等等，这里不是男厕吗？你怎么在这？我们在这进行调查。在男厕所进行调查？是的。好吧，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就跟我说好了。需要存档吗？好啊。作者说的是啊。作者，你站在小便斗面前，好奇妙哦。手表，我并没有注意，都去其他房间看看好了。我还是要调查厕所，我要非常仔细的调查厕所。厕所总是会有一些神奇的东西。Open， 是真什么都没有，太难过了吧？怎么可以这样？厕所不应该这样的啊！洗手池，竟然是叫做洗手池，真是神奇的用词。好好好。维洛娜，这边是女士使用的洗手间，在下在门口等你好了。抱歉，但本人还是希望你能陪同我一起进入房间进行调查，请容在下拒绝，这是命令。所以呢，你到底要不要跟我进去？维诺拉，你其实根本不是居斯调查员的侦查员吧？从一开始就强迫我陪同你进行所谓的调查，还说要以妨碍执行公务的罪名将我逮捕，真是可笑。你知道妨碍执行公务的定义吗？为什么要在厕所门口讨论这样神奇的？曾经的梅尔斯公司技术并不如现在这样成熟，智慧一直也处于试验阶段。我的父母当时受益于其家。假肢技术，但最后也因为这些假肢死去。内尔斯称那只是一场医疗事故，但我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。我父母的死与多年前的人偶事件，还有近几年的连续失踪案件一定有关联。这是为了查明真相，我才专门到此地。之前向你隐瞒了事实，我深感抱歉，但是我希望你能原谅我。如果你现在打算回头的话，我也能理解。但是作为梅尔斯前任律师的你，手中一定掌握着许多重要的资讯。如果你能留下的话，我会万分感激。拜托别人帮忙，讲话还是如此的尖尖。原来如此，那么姑且先陪你进去一回吧。哇，这样就被说服了。维诺拉真棒。洗手池，我还是觉得很奇妙。这次我们就从最后一间开始调查吧。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哇哇！我原本还想说，我该不会其实是在第一间吧？结果从最后一间调查其实是相反的，结果没想到，在中间啊。他在上厕所吗？不要这样偷看人家上厕所啊，很不好意思哎。快点把门关起来啦，尴尬，打扰了。真是的，搞什么啊？好好笑哦。OK， 我们再去打扰他一次。走不过来。依然，维诺拉，不要再打扰别人了。抱歉。很好笑哎。再一次。这有没有什么彩蛋呢？好像没有，好不，那就这样咯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植物，这个植物
就是普通的植物。我们这个要一个一个调查吗？机械手臂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也是机械手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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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只机械手臂。觉得这些万万中的机械手，哦，夹着粉红色手表，拍照，我得到了手表。但是我还是要继续的去观察其他的机械手臂，我的就是这么坚持不屈不挠的精神。我拿来存个档，哎，按错了，啊，没关系，那我们先来看一下，金色钥匙可以用来打开什么？印着一个奇怪图案的手表，来存个档，哎，我已经存到6了，还蛮多的。好不，那就直接来找你吧，不拖戏。找到我的手表，我就告诉你们梅尔斯的秘密。不要，好啦，给他吧。你在开玩笑吧？我怎么会用这么娘娘腔的手表？看来我要好好教训你一番。What？ 他刚刚是用了什么念动之术之类的吗？他这样一个摇晃我就死掉了。看来不是借机手表。走出去吧。哎，哦，这边就是这边。这边哦，原来我这边也可以开了哦，这边又有一个人，怎么样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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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要干什么？哎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哦，这是一个很 fashion 的，就是边调查边闪躲的感觉。我觉得应该是这只哦。这只啊，没有，它上面只是有鲜血，但是什么都不是。哦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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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什么都不是。哎呦，这好暗哦，我什么都看不出来。来来来，弟弟来。好，这我是不是？我觉得我好像都看过嘞。好像没有东西哈，最后那个我再去确认一次，我不太确定有没有调查到这个。好，什么都没有，这里是不是有个房间啊？上锁了。那这里呢？这里可以进来耶，他会不会闯进来啊？6月29号，我不敢相信零号实验品的精神意识奇迹般的对接成功了，令我兴奋不已。针对人体机械改造就不再需要当事人的准许，更不需要抹除记忆，这样我们可以完全掌控受试者的意识。希望这项技术能马上投入大规模的改造，那样我们就离目标更进一步了。我觉得我的智商有点难以理解这一切。维克多布莱克，2年就任投资部总监，和文森一起透过纵向垄断为梅尔斯公司赢得了巨大的利润。失去了两只手臂，接受梅尔斯生物移植手术之后，得到一对灵敏的力量，而且强于常人的机械手臂，继续在投资部。文森，这是你的同事？并不记得这个人的存在。文森真的很废，他一定什么都不跟我说。那这一样的抽屉，什么都没有。可是这样我没有找到，我没有找到，我没有找到手表哎。你在哪？怎么办呢？难道手表在下面？哦，对吼，我忘记了。手表到底在哪？那我走这边看看。这也是没路啊。那我走出去。
手表会在外面吗？不会，我哪里都去不了。我可以再看看它吗？不行，手表在哪里？坐着，坐着，我可以再跟你求救吗？别的房间，坐着在厕所，坐着。好吧，我再去别的房间看看。怎么这样啊？我觉得我全部都看过啦。这里面是什么？我已经忘记了。我卡关着，这边被锁起来。我还有东西吗？我不是按错了？没有哎，我就剩下一个粉红色手表，奇怪图案的手表，可以用在哪里呢？坏掉了，到处都写着 M。扑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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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怎么掉在路上啊？真是的，拿走。OK， 所以我们现在还蛮多地方都是上锁的，我还以为都开了。好不，我得到了，我看一下这个手表，名牌手表。一只名牌手表，就这样，什么都不跟我说。否，嗯哼，哎，再见呢，我的宝贝。根据刚刚的约定，你应当告诉我们你所了解的资讯。我会的，不要那么心急，小可爱。你想，你应该知道，五年前的人偶事件是被说是一名员工的所作所为，那是扯淡。可是核心成员都知道这个专案的存在，为了不受牵连，他们一头陷害了那位可怜的研究人员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亲爱的，我只答应告诉你我所知道的，我可以没告诉你，没答应我要告诉你我怎么知道的啊。对了，我早就想跟你说，你身后那位其实是当时大名鼎鼎的梅尔斯辩护律师吧。我就想，怎么这么眼熟啊？他当时不是成功证明了整个实验都是一名员工所作所为吗？你不好奇他是用什么肮脏的手段贿赂伪造证据呢？哼，脸都黑了。总之多谢你们帮我找回手表，在下就先走一步啦，哈哈哈。哦，他消失了。文森，哼，真是一派胡言呢，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。你刚刚脸明明就黑了。哦，来存个档不？这是啥？得得得得跨步。没记错的话，这里只有一条正确的路。哇哦，是喷火哎！我们应该往左走还是往右走呢？我喜欢往右走。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什么哈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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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！啊，爆炸了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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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！好好好！你不要再喊了啦，真是的，笑死人啊！噔噔噔噔噔，我有爆炸了，可怜啊！我就这样子一直一直的爆炸，好好好，好好好。哎，我在这里不能加快，真是奇怪。那我好像应该存个档了吼，这太多了。好吧，那我们就来存个档。好好好，这样就不用再听到他就是说哈哈哈了，我快笑死了。好，在这里存个档。是，啊，爆炸！这一切都是看运气，对不对？这是最后一个了吧？哇，这是啥？又又又又又又又。这里是哪里啊？这里是哪里？是哪里啊？是哪
里？到底在哪里？哦，那就走这边看看。哦，这是哪？上面。那这种东西我是绝对不可能会记得的。到底是要去哪？根本就不知道我要去哪呢。这里又是哪？哦，我出来了。他走得好快哦，怎么了？好好好。这里我想我们不能走寻常路。What？ 寻常路是什么意思？这不是寻常路哦。不，这是寻常路哦。我觉得有点困扰。我看不懂这句话的意思。寻常路，寻常路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哟，按错，怎么办？我不了解这里的意思。哦，我好像懂了一点点，大概是这样吧。哦，不能走到底。这他设的点也太多了吧。Oh no， 看来不是走这。好，天哪，这到底要死几次啊？觉得人生悲剧。哎，很过分哎，这样是要怎样啊？我现在觉得很困惑。我不喜欢这一段啦。好靠北哦。啊哈，啊哈，烦欸。怎样啦？你是怎样？我生气气哦。走这条路的意思是要往回走吗？认真，认真 ，serious。这是要回去的意思吗？不是啊，等一下，到底？等等，我到底是要去哪？欸？那不然我到底是要去哪？各位，有人可以告诉我吗？我要卡关了。迷途的羔羊，我觉得很难受。这一切都是骗人的吗？去这里可以干嘛？不行了，我不行了，暂停，暂停。走了，这里
经回去过一次了，不可能回去了，真的不可能，太夸张了。直接从前一个开始好了，前一个是这里哦。哦，这边，这边刚刚看过了。好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干什么东西？这是怎样？这是怎样？这是怎么样？样怎么样？噔噔噔噔噔，你们去死吧！真的生气气。而且我还不能加快速度，我现在超生气的。文森真的很废，他一定知道一切。哎呦，哦哦哦哦。希望等一下有别的路可以绕回去，不要，这应该是街上面那个繁琐的房间吧，应该要是这样。如果叫我照原路回去的话，我就直接哭。哎呦，冒出了红头发的人哦，这很像，这个也很眼熟，很像某个看过的漫画。哼哼哼，怎么办？这样用什么声音讲话？我现在想不起来，我现在想不到该怎么办。好久不见，文森，艾奇沃斯，是你？你在这里做什么？自残评估，你又在这里做什么呢？哎、欸，你怎么刚刚没有按到他自己跳这么快的？我们是来调查，我没有在问你。哼，点点点，你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，维克多。哦，原来你是维克多啊，就是你啊，就是你，嗯、哼。我有名正言顺的理由，反正是你还在这里干什么？正当理由，梅尔斯都已经宣布财产破产多少年了，你现在才在做未免太迟了。至于本人，我是来配合他调查的。是吗？你有身不由己的时候啊。你挡住我们的路了，请赶快离开。文森，这不能对你的老同事好一些吗？要让我亮看很简单，你只要需要回答我一些问题。问答时间，看来要先调查一下这边。2月20号陷入财务的纠纷。沃里斯公司宣布破产，然后被梅尔斯集团以象征性价格收购。在仿生方面达成了资源垄断，而降低其开发成本。他非常欣赏沃里斯公司负责人对仿生一只市场前景开拓所做的贡献，并称仿生一只技术领域前途必将一片光明。感觉好废哦，到处都是要阅读的书哎。使用自己的血骨创造一片天地，他的双眼化为天上的日月，审视世间一切正义与邪恶，无论天黑或白夜。哇、哦，太多字了。用血骨制裁，将烛火下隐匿的灯光剪进不再摇曳的光火，并将成为不倒的灯塔，直到虚空尽头。怎么办？完全看不懂这个。我觉得很困扰。一颗盆栽，不急，怎么都是没有用的文件。居士中央监狱地区发生了数次小，那个龟为什么跑去外面了？小规模爆炸摧毁了部分监狱墙。人偶门主谋，人偶门。
被判无期徒刑的温斯顿至今下落不明，现场清理完成之前不排除爆炸的可能，少量一支一些爆炸物，并确认他已经遁逃了。你有任何线索？这都是一样的，这也是一样的吗？好，为什么一整片墙都是写一样的文档？哼，我觉得我看完这些，我还是无法回答他的问题。致命的自负，赢者的诅咒，冲突的策略。好，好的，闪开。国富论。好的，好的，我看完了这些，我还是不明白，所以我只好开始答题。我们上次见面是什么时候了，文森？你以为我会记得这种事情？真是自作多情，这样吗？难道你不记得你我引以为傲的那件事？我们的时候，到达的是任何人都无比可求的巅峰，而你却说过财富、知识、荣耀，是每个人都可求的。和其他东西一样，一个人是否举足轻重，在他自身的称赞，就是说。在于它发挥多大的作用。哎呦，他杀了我，太废了吧！你怎么可以杀了我啊？我觉得很难过。不过是成立的几种类型罢了，我怎么会不知道呢？如果我们已经拥有了这些，甚至更多，我们别开玩笑。财富、知识、荣耀，没有我哪一个你能保住？没记错的话，你还因此欠债下一瓶酒。一如既往的自负，你还真是马丁尼如命呢。这还需在下解释？的确，好的基酒对一杯马丁尼十分重要。哦吼，完全不懂啊，各位，容我随便乱选一个哦。选对了吗？好奇是大脑贪求的欲望，欲念太重，对身体可不好呢。看来你这位同伴想知道的格外多呢。作为一名律师，我能做的仅仅是让人摒弃自己的信念罢了。他的好奇心与我无关。没想到你有无能为力的一天啊！对方可是要以妨碍执行公务的罪名将我逮捕呢，你说是吧，温多拉小女士？哈哈，常常梅尔斯律师竟然会因此害怕。较厉害的人不过也是个俗人，书生起就已被政府的一纸契约束缚着。这么说来，我突然想起你当年引用过的一句话：“不待见的契约，只不过是一纸空文。”毫无力量去保障任何人的安全，只有突破这本不存在的枷锁，才能跳出羊圈。天啊，这边选错了，这是切糕重来啊！只有他能做，无论这个漩涡有令人绝望，我总要走这一招。在下等事过，是受人所迫。到底，我不知道啊。哦哟，很烦哎，我怎么知道啦？讨厌。
我要存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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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结束这一切，这一切的那个漩涡。嗯，他是对我这么恋恋不舍吗？文森，没有，拜拜。啊！我是不小心的啦，还好我有存档。不小心就冲太快了，赶快来看一下这个说明。Oh no, oh no, oh no！ 我看无这个英文。啊 ，V R E T， 不录，我只看错还不录。我可以随便乱走看看吗？不是。不行哦，不，我需要写下来。讨厌鬼，好了，我写一下，我带个纸来写一下。好，让我假设第一个东西叫做粉红，然后粉红，然后再来是绿色，绿色，蓝色，蓝色，然后我就没地方去啦。再就是粉红啦，再次哦。这样我哪边都不对了耶，这根本就不是这条路咯，是我会错意了。不对，那就不就都不对啦，怎么会这样呢？我抄错吗？我再看一次好了。我是写 R R B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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R B B B I I， 没错啊，还是我可以从别的地方上去哦，可以耶。B B B R B B B I， 然后我就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了。这边好吧，既然我们通关了，那就先休息一下好了。